王强在比赛中庆祝得分。资料图：新华社广州9月21日电，记者金怀桥。WTA 广州网球公开赛21日进入半决赛，比赛日中国金花王强状态火热，在女单半决赛中表现出色，耗时73分钟以2-0淘汰德国名将佩特科维奇，挺进广网女单决赛。王强延续了上一轮的手感，在首盘就连续破掉对方4个发球局，以6-2轻松拿下。随后在第二盘，王强依旧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最终他以2-6、6-2淘汰对手，顺利拿到广网女单决赛的入场券。决赛中，王强将与哈萨克斯坦选手尤利亚·普丁塞娃相遇，后者以2-0战胜美国选手佩拉。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王强表示希望自己在决赛中放开打，不要有太多压力，正常发挥就好。在其他场次的比赛中，中国组合蒋欣瑜汤千惠以0-2不敌跨国组合科夫尼奇拉普科，无缘双打决赛。另一对晋级女双决赛的是赛会三号种子澳大利亚组合阿达姆扎克杰西卡摩尔，他们以2-1艰难战胜一号种子美国组合凯特琳塞布丽娜。编辑：郑智签发，徐峥，版权归新华社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